好肥啊！哇，好可爱哦！怎么那么可爱？我来看看。叫什么叫？上次就是你吃嘴巴。我们就是开下来，然后做什么都可以拿下来。好呀，那你来帮我当把手。你们知道癞蛤蟆和牛蛙的区别是什么吗？癞蛤蟆有梦想，牛蛙呢只能做美食啊。今天呢，就让同事们牛蛙吃到爽。视频的结尾呢有详细的菜谱，记得点赞收藏啊。第一道，酥炸牛蛙腿。只要这个视频超过10万点赞量的话，明叔下期给你们做彩虹挂面。